因为疫情加上这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的冲突，啊，这全球的货币政策都往紧缩的趋势在发展，市场有哪有期？美国的联准会今年可能会阁起利息大概，央行总裁尤金龙今日表示，这央行会注意国内外的情势，啊，不过大方向依然是往这货币紧缩的政策在行。影响通货膨胀，美国联准会持续以升利息来压制。市场普遍预估，联准会五月份会升利息两码，因为台湾中央银行在三月份的时阵对美国升利息。道立委烦恼讲，台湾目前已经因为疫情出现输入性的通货膨胀，物价骤起，面对美国阁升利息，中央银行敢阁要跟咧升利息咧？对联准会这个六次的升息做法与幅度，你认为台湾有没有必要跟进等幅的升息？有没有必要？没有必要。本行呢会密切关注国内疫情的发展，考量国际原物料情势的变化。杨金龙回应讲，目前中央银行预估 GDP 成长4.03%，会阁看国际情形随时做修正。嘛预估第三季以后通货膨胀的比率会慢慢啊降低。面对立委关心台票的汇率，中央银行是表示，新台票位28块，落价到29块的时阵，物价起的比率是会增加0.1%至0.17%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物价压悬的幅度还算温和。台币贬值在今年常态化，这句话是对的吧？这个也不一定啦。它的一个要说要反转 的那个情况哦，是时常会发生的。要贬值或是怎么样，这个是很难去说的。中央银行分析，目前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，和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加悬，加上国内物价要持续伫咧起，未来会采取缩安全货币政策的立场，来压制国内烦恼通货膨胀的心理，以持物价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